30年披荆斩棘，30载雨雪风霜。 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，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。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历程，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、深化改革之路。 是一条面向世界、扩大开放之路，是一条打破常规、创新突破之路。 展望未来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上，上海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，一定能展现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。